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老师上课改成在线直播。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麻烦点点关注，送你一份礼物。哇，有这好事，马上关注。终于有人关注我了，来，这里百道应用题送给你。我大意了，没有闪，取关。不要走啊！家人们，现在到10万，大家表演一段才艺。哇，老师要表演才艺，好期待呀！家人们太给力了，给大家表演一段英语朗诵。Lesson 1. Listen to the tap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. 是变着法子考听力，系统宣传不错，手下留情啊！家人们，今天不上课，给大家放电影，这才是良心主播。给你刷个火箭。不好意思啊，网络卡住，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。科学课的发明是最炫酷的，体育课才是最受欢迎的。家人们，这场 PK 我想要赢。吃瓜群众已到位，你们谁更能整活，我就把这票投给谁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超能电磁炮，雕虫小技，无敌铁三炮。我宣布，体育老师获胜。